流浪猫会不会羡慕家猫呢？家猫每天躺在主人怀里，衣食无忧，而流浪猫在外面风餐露宿。曾经见过一只流浪猫隔着一扇窗，看着家猫被主人抱在怀里，吃着美味的罐头。它可能在想，能被人类疼爱，住在温暖的屋子里，是什么感觉呀？但也有人说，做流浪猫多自由呀。而这种自由的代价是饥寒交迫，居无定所，被各种驱赶，滚开，脏死了，甚至不知哪天会被虐待毒害。更心酸的是，每年会有 60% 的流浪猫熬不过冬天。即使这样，它们依然会每天清理毛发，始终期待有一天人类不那么嫌弃它，能摸摸它，甚至给一点食物。所以，你认为流浪猫会羡慕家猫吗？